知名医生姜坤俊在社群网站上拥有数十万粉丝，常常在荧幕上分享医疗经验，被周刊爆料在医院内另有红粉知己。周刊直击姜坤俊的宾士爱车从医院开出来，先是停在路上，接着只见副驾驶座的车门打开，竟然不是老婆。这名女子到附近买锅贴水饺，不过似乎是等待时间太长，果断放弃回到车上。两人开到另一家知名小吃店外带餐点，不仅下班后同进出社区，周刊更直击姜坤俊和熟女护理师有不少类似行程。而姜坤俊的妻子是台湾知名桥牌女国手刘令卿，姜坤俊也常常分享和家人互动，如今爆出和护理师疑似暧昧，经纪人回应表示了解情况后，两人应该只是来往比较熟识的同事而已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